that there's a place that you won't be trapped in reality, and our dreams are nearby.咁啊，李生，咁因為呢一類咁樣嘅歌咧，咁多把聲一齊做咧，就好容易炒埋一碟。咁頭先雖然未至於即係粒粒都清楚，但係又真係冇炒埋一碟嗰個感覺。咁我都覺得係即係收貨咯。因為以我所知咧，好似咧，尋晚我哋 rehearsal 咧，去到夜晚差唔多近12點，阿 Jenny 都繼續留喺度，再同你哋再改喎。Jenny 係咪啊？睇佢哋唱咁多次，今次係最好嘅。每一個學員嘅眼都係有火嘅，呢個對我嚟講已經好足夠。嗯，有火好緊要啊。咁啊，首先咧問一問阿舒文，即係其實我睇到今次呢個比賽咧，所有環節都複雜咗啊。其實看到大家其實是不夠時間的，有幾個大家經常說我很喜歡他的聲音，聲線比較特別的，但是反而這次即你每個人有自己特別的聲線之下，加上有沒有變成另外一樣東西， solo 舒服加上沒什麼特別的發生了，確實真的還未感覺到那陣氣焰在這裡。港台 DJ 侯嘉明有什麼意見？我純粹是從聲線 vocally一個唱歌比賽的形式，我會期望六個人一起有多些可以一起 shine 的 moments。 會不會是整個樂隊你懶得是一個巴兩個巴停了，只是你們六把聲做一個聲線的 moment 給我出來，那我就會覺得整件事會更加提升。